茅厂长算个啤，没有黄处长照住他，他就是个空架子。现在跟他关系密切的保卫处和作战实验室根本无法对我们造成威胁。保卫处剩下三个管事的作战实验室的人还在北上打僵尸，成都养鸡儿当时都是我们后勤部的。现在最大的麻烦应该是车间那批人，刘主任是个不好对付的老家伙，他也对成都养鸡儿当虎视眈眈，手下带着几百号人随时准备颠覆牛厂长的权力。我们如果把刘主任的实力削减了，牛厂长到时候只有乖乖让位。我是前方记者，现在我们看到双方后勤部和车间已经在东西厂区东西两线做好了战斗准备，一场大战即将一触即发。2010年2月2日，车间刘准率先在东线发动了对后勤部的打击。刘准派出了他的得力干将虎哥，那么看到虎哥的打枪技能非常良好，虎哥是打飞机的干将，他深刻贯彻落实了厂长教你打飞机中的打飞机三要诀：快、准、狠。如果大家要更多去了解虎哥的话，那么接下来有一段由前方记者提供的视频，是当年虎哥打飞机的场景，非常震撼。如果你是激情男的话，如果你是纯情少女的话，那么接下来这段视频一定能够让你泪流满面啊！这段视频清晰无码，我们感谢提供这段视频的人。好，我们来欣赏。哎呦，打住！打住！打住！啊！打住！好，还打飞机？把车亮。PK 一刻，也许我会牺牲，但是我今天我还是击落了一架M24飞机。完了，老太俯冲，我开枪了，第一枪，第二枪，他飞过来了，向我飞过来了，我他已经开始打晃了，再多少的靶再打。这正好的提前量，哎，这好像打中了，你看你看，摘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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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再来看好，哇，摘下来了，你看，嗯，这打的就不错，哎，打狙击手打枪啊，怎么说呢？哎，因为平常练习吧，你自己心里美就行了，哎，这保持低调，哎，又打了一枪，哇，哇，又摘了。又摘一下。好，我们看到虎哥啊，打飞机的技巧是这么精湛，那么打这些地面上的小兵啊，当然是根本就不含糊啊，一点问题都没有啊。于是呢，因为车间有如此之得力干将啊，所以他们在一开始就占据了优势。但是这边我们看到后勤部也不甘示弱，他们的这个迫击炮啊，迫击炮，哎，怎么读的？迫击炮是吧？把这个虎哥的这个装甲车打在前面都在冒烟啊，冒烟呐、啊。那么。虎哥也是当即采取了措施，赶紧撤退，赶紧撤退啊！这个好汉也不能硬斗，对不对啊？要智取，所以赶紧撤退。那么虎哥看来是一个智勇双全的人了、啊。那东线的情况就是这样，东线的情况就是这么的激烈啊！我们看看西线呢、啊，我们看西线不好了，西线后勤部已经将车间包围，后勤部的步兵都是一些知识分子，他们的作战方式是非常牛逼的，他们采取了这个啊围剿战术，四面八方的把这个车间的士兵给围了起来。你看车间这三个肯定是死无葬身之地了，哎呦，又死了一个，被爆头了。被爆头了，你不要看是知识分子，人家枪法精湛啊，人家晚上天天都有练习，你知道吗？哇，这个人，哇，我操，
他临阵脱逃了，哎，一个逃兵啊！如果这件事情被后勤部卫副委员长知道的话，要临阵枪毙的。哎，这什么现象这是啊？嘿，你这小子够热的。2010年2月3日，双方在佛晓也是打得来是你死我活，虎哥首当其冲，在中线发挥了重要的实力。但是就在虎哥得意忘形的时候，我们看到突然，砰！一发炮弹当场砸到虎哥头上，东线局势难道就此会改变吗？啊，会不会呢？不会啊！我们看到这边车间的这个大坦克出来了，哇，这个大坦克叫啥名我也不知道啊。东线有了这个坦克，我想东线的局势会马上出现361度大逆转，大逆转啊啊！西线也不甘示弱，西线车间也是有这个炮击。我们看到这个，确实是这个后勤部不堪一击啊！后勤部的发展严重滞后啊！我们看到这个。东线方面，大坦克来了，大坦克要射了，他郁闷很久，他是个闷骚型的。我们看到飞炮射速进步突射，快去打！我操！所以一个男人啊，不能寂寞啊，一寂寞这一炮就是威力啊，威力无穷。所以女人要找男生啊，不要找寂寞小男孩啊。5小时过后，情况依然没有好转。我们看到，反而是西线东线啊，坦克越来越多，已经集中了演练了，还有一架装甲车。但是这个时候，东线已经造出来反坦克大炮，情况马上出现了改变啊！但是西线车间的战士也是不畏惧啊，这个坦克一下子就把这个后勤部的这个大炮打死了。后勤部的嫡系部队蛮叫沦陷了，而这个地方西线的车间也是发动了炮击。哎，他们怎么撤退了？难道前面我们看到前面这个好像为什么他们撤退了？而且西线的车间部队已经是深入了他的腹地，难道那个后勤部有大的东西要来了吗？啊，但是我现在是看不到的。总而言之，现在感觉是车间占据了非常的优势。2010年2月4日啊，虽然我们看到车间是占尽了优势，但是局面迟迟没有打开，这几架坦克还在那里，而且人家那个后勤部的吉普车也是来进行这个骚扰战术啊，人家知识分子打的就是以柔克刚啊，人家吉普车就可以弄你啊，所以说这个优势不是太明显啊。啊，我们看到这个，哇，虎哥来了，哇！我操，虎哥当场阵亡。虎哥啊，一员猛将，打飞机的猛将，打手枪的猛将，就这样洗白了啊，洗白了，没有办法啊，人家后勤部出动了这个是蓝旗射手绿帽阵亡。哇哈哈，烧得好爽，看来后勤部的那些知识分子都是一些禽兽啊，披着狼皮的羊啊。都是禽兽，个狗日的啊！居然使出这个火焰喷射器下山的方法。我们看到这个车间已经不能载人了，一人载人啊，人死人尿啊，不能载人了！妈的逼！他们派出了这个非常新型的坦克，那么以前那个大坦克是退出了战场。好的，那么看到车间的装甲车也是在西线进行这个打击啊，东线的局面打不开，我们从西线打开，摩托车啊进行骚扰。车间也开始了进行这个智慧上的较量，那么双方能够赢，谁能赢下这场战争呢？2010年2月6日，我们看到这个时候，后勤部已经支撑不住了，他们已经开始全面撤退了。看来这个知识分子的确不是劳动人民的这个对手，劳动人民以实践做斗争啊，最后是快要赢得了这场胜利啊。我们看到车间的这个重型坦克、新型坦克已经开始向西线靠拢啊。东线的局势怎么样呢？不容分说了，东线应该是已经是把稳了啊，稳当了啊。好的，我们看到现在这个后勤部啊，真是一溃即败啊！从整场战争来看，从一开始他们就没有占据优势啊。虽然在局部战争方面，他们看起来是不错啊，
但是呢整体上来看呢的确还是嫩了点啊。看来最后成都养鸡二厂的大权应该是落在了这个会被啊，会落在刘主任的身上啊，我敢这样讲啊，我只是个搞评论的啊。好，我们看到这个时候魏副委员长说驾着他的这个大卡车开始出逃啊，后面这个弹着紧追不舍啊，从后面背射他，狗日的太狠了啊，太狠了。那我魏副委员长能够出逃吗？那出逃个屁啊！我们看一看，锵锵！魏副委员长当场阵亡，没了，真没了！魏副委员长当场阵亡了，这场战争肯定结束了啊！士气已经降低到极致了，后勤部啊，后勤部溃败了，溃败了。那么最后这场战争打的是胜负已分，但是成都养鸡场已是满目疮痍。就在车间和后勤部打得难舍难分之时，已经被软禁起来的敖厂长此时此刻又作何感想呢？王处长，丹哥的对不起你，你老婆是被我调戏的，如果你信春哥的话，如果你度量大的话，您就原地复活吧，咱们养鸡场不行了。